第六幕欢庆团圆，这一幕所要表达的是孩子获得假释回家庆团圆，欢天喜地，离苦的孩子终于要回家了。母亲头发发白，见儿泪下诉相思，只见孩儿泪双垂，跪地忏悔谢良恩，终于拨愁云见青天，亲人相聚欢庆团圆，月圆花好一月景象。